下午甜点时间了。从这一刀，那你们在想大地不？突破下去，哦，打开，赢了。赢了之后，看一下里面的果肉，奇异果，我把这个把它沿线撕开，再花呢，无花，安尼嘛唔对呢，搁切开好了，啊。哦哦，安尼敢像大嘴，会不会咧？哦，生乳卷这样吃才会爽。这刚才是一种葡萄叶，要爽。